轿车裸里，路上追逐，跑车无辜被撞烂。社媒流传视频显示，一辆轿车在路上鲁莽驾驶，后方一辆裸里疑似在追尾该轿车，轿车危险超车后突然踩油门驶往路边，紧急刹车，裸里失控猛撞停泊在路边的另一辆红色丰田跑车，裸里过后紧急倒退，意要阻挡轿车离开，鲁莽驾驶的轿车被裸里撞击车身后离开现场。无辜被撞的丰田跑车后方挡风玻璃全碎裂。这样值得吗？